好咧，准备好晒，全部马匹。第三场赛事，四班一六五零离地，准备。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咧，咁啊前面快嘅马咧，见到埋边位置啦，咁啊有呢只爱德过啦，咁啊中间位置咧爱跑得啦，咁啊中间咧仲有呢只恩皮仔嘅，咁啊再数中档啦，有呢只鼓浪春风精密坊同埋大卫金刚噶，大外档嗰边有太阳星落茸茸最出咧就齐歌唱噶，中间紫色衫大卫金刚浅蓝衫啊内栏啊就系呢只大有作为噶，再后边嘅马有奖金啦，粉红眼罩尾衫幅度多多，尾二位置就威俊宝暂时包尾咧就系嗰只健康蓝妹嚟噶，好啦过呢个千二米段处啦，恩皮仔内栏。中間太陽星喺出邊，仲有呢只樂融融三隻馬喺前面放噶，跟住第四位咧，仲有呢只愛德過咧就紅眼罩內欄噶，中間啦鼓浪春風應住噶啦橙色帽噶，喺外邊仲有齊歌唱啊，再後一浸嘅馬啦，出邊黃衫紅帽就金絲猛將，中間精密房啊，咁啊再後邊啊粉紅眼罩外檔就幅度多多，尾五內欄大有作為啊，再後邊嘅馬咧仲有大衛金剛啦，出邊咧就威俊寶啦，尾二獎金包咗落尾仍然係健康藍妹嚟噶，好啦咁啊跑到咧。咁啊，转紧弯中间啊，前面乐融融啊带咗出嚟噶，第二位嘅马中档有呢只太阳星啊，响外边齐歌唱啦，内栏咧就系呢只恩皮仔啊，中间第五啦开始骑啦，就有呢个鼓浪春风啊，再喺出边金丝猛将啊，后边红眼罩咧就系呢只爱德过啦，再后多少先见到咧喺马林中间大有作为，睇下佢搵唔搵到位啦，外边冚上嚟咧仲有呢个幅度多多噶，兜到嚟将有二百零米啦，幅度多多骑咗出嚟先啊，大有作为喺中档搵到个位追紧啊，再喺中档位置仲有金丝猛将啊，后啲嘅马咧。先見到大衛金剛精密房嗰啲馬，最後一百米啦，咁啊有班呢只咧幅度多多已經走甩咗個幾身啦，贏緊呢場賽事啦，跑第二名大有作為啊，第三咧就金絲猛將啊，第四名有健康藍妹、精密房、大衛金剛三隻馬比較接近噶，咁啊結果針住呢個路程嚟打啦，有班嘅贏你，就係呢只幅度多多，咁啊都贏成個零身位噶，大有作為跑第二，不過拋甩曬後邊噶啦，金絲猛將第三啊。好啦，咁啊，結果呢只幅度多多咪，正如入閘前所講啦，都話可以啄得到你啊，因為佢有班底啦。咁啊，其餘啲馬就好似難啄你啲。咁結果大有作為又跑過第二嘅啫，發力點唔同啦，你喺入邊。咁啊，第三咧就係呢一隻金絲猛將，第四咧先係呢只健康藍妹，1832。健康藍妹衝翻上嚟跑過第四啊，只大冷門。好啦，嗱，睇翻呢个巡逻影片啊，嗱，一起步之后大有作为，其实你系咪可以 hold 住喺啲二三位嗰度咧，二三叠咁咧？其实佢因为而家太大个引诱啊，呢度你睇入边一只马都冇，点会引诱啊？讲真，我哋都劫唔少啦，有啲骑师引还引，我唔会入去嘅，除非我俾人逼咗入去啫。呢度已经遮堆埋佢啦。哇，吕翠怡跑嗰只，嗰只。啊！齐歌唱都真系，好啊，冇办法，驾驭不到啊！即系限于经验上，咁啊，而家走到呢个位就嗱，阿生位咧就呢个幅度多多啦，喺开面系啦。嗱，跑泥地你知道咧，二三叠系 very good 最好嘅位嚟吓，金丝咪喺嗰度，系两个 pattern 两个模式嚟噶，唔同跑马地浮谷嘅赛事啊。嗱，呢度一上面，你而家可以話喂，我走多啲腳程喎，幅度威威，你大有作為喺內欄，幅度多多。但係人哋呢只都係硬橋硬馬嘅舊泥地王啦。嗱，後面嗰個藍衫咧就威俊寶。喂，失望喎、啊，係非常失望喎呢只。你唔信啦嗱，所以你話 O'Reilly， 我都諗過呢只馬，我賽前都係可能都搏佢做冷門，但係諗下，似乎啊，哇，唔好搞啦 ，O'Reilly 嗰啲泥地叻噶，佢哋啲尼馬斯已經將佢已經飽咗飽泥地啦。好啦，入到直路呢度已經砰砰車彈下車咁去咗啦，幅度多多早走啊嘛，但有作為就結果要慢慢移翻出嚟先至，跑到中間追。我而家冇睇個時間啦，但我睇呢個大有作為追落去個拉屎都唔係少嘢嘅。咁一定啦，你起碼喺嗰度收復翻兩個馬位嘅失地。